先做完一套拉扯，等到后期表皮没了。等到我的回合了，别走了呀，小豪、小夫，他怎么好这么快？没事，上路，捅死你！就来吧，盖伦打野。盖伦其实可以打野，就是不厉害。他具备打野一切的条件，就是有点笨，太需要移速了。直接手里握着大砍刀，这把盖伦打野由这个搬砖小能手一号老板火箭点播冠名赞助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什么意思？他过来我直接学 E 开钻了。哦、快点，怎么过来 A2 下 A3 下开撞，我刚好有个水上行走在的老弟，老弟没想到吧，瞧不起人的，这豹女有点想来入侵我们的意思。我带迅捷加水上行走移速拉满，要指定英雄咱们就走程序点播啊，不然主播玩什么我们就看什么，我们要有礼貌啊。其实盖伦刷野还行，他E对野怪有额外伤害的，加上这个版本绿叉的话比较适合盖伦，之前绿叉叠的属性完全浪费的，他现在直接加到面板去了，就不需要叠了，给的移速也很多，完美适合盖伦。加攻速还有加这个圈数的，给的非常多。其实学一级 W 也可以叠个甲，但是我为了刷快两级 E。刷野效率还行呢。盖伦打一些比较笨一点的阵容还是可以小玩一下的，这把阵容就挺适合的，太灵活就别玩了，太灵活就要被遛狗了。刷野效率其实还可以的，中上水平嘛。这河道蟹出来之前我们已经刷完，还留个惩戒，这怎么走过去的还没刷呢？那感觉应该学一级 W， 刷这么快也没事做，应该学一级 W 加点抗性，刷慢点无所谓的，反正也要等。出个眼，抓不中。懒得理他了。这豹女也没来啊，提前蹲我。直接 AQ 接手。哎呀，一开撞，快死了！炸弹来一个，炸弹没有 ，nice。我们已是先锋。这拉克斯好恶心啊！哪有提前过来搞打野的？直接。为了那些不能作战的人而战。不，人都来了。P， 真菜，这都没 Q 到。大乱斗全都来了，顶级对局，顶级享受。有这 F 60都能先刷完，我们打的比较快一点，叠 W 的层数也比较高一点。直接来双爷爷鞋，有给我们加这个圈数，加这个伤害的。再来个挺进减，我最近被盖伦老恶心的，你就被撞到就死了，他只要 Q 沉默挺进减速你就闪现还跑不了，白给。只能说这老板太会点了，点的太是时候了，他这个挺进太适合盖伦了，你只要摁到对面就走不了了，没操作难度，你让王子来黑铁来都是这一套啊，雨露均沾了，所以说
打超村还挺方便，这小村子都打不动我们，直接清网，敢敢当当，谁来这都是这个强度啊！看这万豪把后世表皮给了，可以抓一下。豹女也，我也来了，别怕。这个血量直接斩杀了呀 ！AD 魔力装圈圈，就沉默 R 他就无了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全是操作没有数值。等这万豪 W 给了我们就上，这男子可以换一下血来，这么压血，那必须弄他。啊，后世表皮没了，叫鸡，你大有大招别怕、啊。鸡呢？我 Q 沉默一下他就死了，给也死，操作你，他 W 应该是好了，他想反杀我们，想拽两个，他这波三波线掉了，这波好血崩，两波线等于死了一次，他这波等于死了两次半，还掉了三层皮，等于死了三次半这样子。我看这绿差多少钱了，2600，直接变幽灵状态，哇，太适合盖伦了，他攻速加E的圈数加这个暴击也可以加E的伤害这样子，还主要是还加移速，幽灵状态不会被卡身位啊，简直就是装武。屁，已经减速动不了了，简不简单，主要是我们减速完对面我们还有加速，他有闪现都拉不开的。来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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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马上技能就好了，调皮是吧？加速来个，哎。哎，怎么没死呢？一丝血没死，直接来两把短剑吧。这一级二感觉伤害没那么高一点，这波大意了。我以为他死了，我都准备回头了。没事，给他们烂一个，免得他点了，打个窝来。我准备好了。这你不抢啊？现在晚了。走了走了，龙吃到了就溜了。小宝，我记得他闪现给了啊。骗一下吧，一减速要把这个给了 ，OK， 他死了。OK， 你减速就撞撞撞撞，再开个 W 减伤，觉得好玩，就主要是没玩过，一下子你就觉得好玩，多来几把你就觉得没意思。这英雄主要是多玩几把也没意思，知道不？偶尔快乐一把还好，他没有什么操作性，就玩多了这很无聊，你们知道吗？这种英雄偶尔开心一下反而还可以啊。这波两级二了，来，这蛮子先卖一下，对，把他后世表皮骗出来，我马上就到了，弄他弄他，五秒真难了，别怂，看我这波操作，看到没有？直接把幻影之物买了，板甲肯定也是需要的，移速都是我们需要的，这我伤害两件完全够够的了，你只要按二提前释放就可以了。你先锁定他就可以放出来，哇，这我圈数多少圈数赚的好快啊，E的话直接赚个十三圈，肯定要先买板甲，不要不然要被遛狗，把板甲买了先，直接放一下跳个车了，撞撞撞，再砍他，给不给E啊，减伤，撞撞，走了走了，竟然没死，差一点点。来个跑过快，
我挺进完，现在减速有加速的。来个跑快快，人呢？操作你！这挺进只要摁到对面根本就跑不了，这赖就赖在这一点。没这挺进在的话，盖伦没这么恶心啊。出完板甲出个什么呢？我想一下了，暴击吗？这么想看暴击满足一把你们，直接出无尽吧。50暴击不好吧？我看 OPG 确实推荐挺多出无尽的。50暴击，不过他赚的圈数这么多，反正总都有能爆的。他不会像有的英雄不爆他就真不爆了，但他圈数比较多，总有能爆的。雨露君的，哎，这么理解没毛病啊，可以这么理解，因为他圈数每个是独立计算的。他总有一半能爆的嘛，平均下来就等于平均加伤害，有点像以前那个训练一样，就不会像说你 A 一刀不爆，这个无尽出了就没用了。我这个移速已经有个500多了，就没人过来了，没人过来我太无聊了呀。加韧性砍到了，我这背云我都砍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提前按 Q 锁头就完了。这女枪跑的也有点快，追不上她。勇往直前。一刀，两刀，三刀，四刀，五刀，一个大招再劈一下。先撞一套拉扯，等到后期表皮没了。等到我的回合了，别走了呀，小豪、小夫，他怎么好这么快啊？没事，站撸，捅死你！哎，其实有个大就不用这么花里胡哨的，他只要 W 丢了就已经死了。血量低的时候一个二半血一下劈死他。这挺进减速，这不就是分歧吗？直接开钻挺进减速一下，这帮他们小能手老板满不满意这把？满分100分给多少分？感谢班长小能手一号老板的火箭点播啊，欢迎下次光临。这暴女7433。